喂，周一鸣。啊，你们家是住 A 座801吗？是啊。你干嘛呢？我，哎，不是，什么事儿吧你？你跟哪儿呢？我在你家门口呢，赶紧开门。啊？决斗！你等我啊！决斗！决斗！决斗！我这就过来。我这就过来。那你这惊不惊喜？哦，那你忙吧，我有事，我走了。哎，走怕是走不了。不是，我就路过，我正好上来看看。你忙，你俩破箱子来找我叫路过，鬼才信呢！你赶紧我进来吧，你。不。不是，这个。你现在就用老天爷派来的救星，你必须得救我！快，赶紧给我进来！什么情况？什么事？这是叔的朋友吗？大哥哥你好，我是你弟妹，叫我慧子就行。你好。不是这辈儿是不是有点乱啊？哎呀，大哥哥，我今天刚搬进来，正开暖房 party 呢，一起玩呗。赶紧，你们不，我就不进去玩了。你必须得，你们年轻人的，我实在不适合，这岁数不合适。哎，听我跟你说。咱俩比他们大不了几轮，赶紧进来吧你！不，我真有事儿。哎呀，来，你先进来。玩吧，贵宾驾到。哎，给我们大白哥弄个这个吧。我跟你说，周一鸣，本来我是觉得你把我的事跟我姐说了，我到你这儿来住几天，咱俩就算扯平了。结果你弄这么一出，我还是走了啊。哪儿都去不了。那事儿我告诉静姐，那是对你好。你现在留下叫报恩，懂不？这事咱不提了，过去了。啊，我。在这儿待下去真的不合适，我不能打扰你们俩的二人世界呀。啥时候瞎的，大哥？你自己看看这叫二人世界吗？这叫世界大战！你必须留下来跟我并肩作战，降妖伏魔。你觉得咱俩降得住谁呀？哎，你这样，你要也实在觉得无聊啊。你跟我一块儿溜，咱俩偷偷溜了。不行，我溜了的话，回来我就活不过明天了。我跟你说，咱俩老老实实待着，好好的感受一下青春。这青春不香吗？香。嗯。没觉得，有点困倒是真的。我也有点困。我觉着这世界瞬间就清静了。哎，要不我给你们物业打个电话，就说他们扰民，把他们全轰走。哎，哥们，这平层没邻居，只有上下层。你给人打电话，人家还不乐意的。人说怎么着，嫌我们这质量不好，隔音不行啊？是，还挺心疼你那小女朋友。得。我觉得你就拿她当闺女养着吧，挺好，未来还能指望她孝顺你。来，提前祝你老有所依。你烦人不烦人啊？哪壶不开提哪壶。还没问你呢，你打算怎么着啊？
这婚就真打算这么离了？不想着抢救抢救啊？抢救了好多次了，救不回来了。不是，咱姐说都不好说。别跟我提她，提她我更烦，这给我一通打。打你了？哎呀，这我听得很痛快。哎，那我也提前祝你啊，孤独终老。我滚一边去。我想起来有一人，没准能帮你们说和说和。咱岳母大人呢？打住吧你！这事儿有我姐就够热闹的，再把她招来，我还活不活了？我真的很困，有地方睡觉没有？有啊，保姆房门口呢，保证没人参观你。保姆房？你是哪儿不舒服吗？我哪儿都不舒服。哎，我觉得你还是去跟他们跳吧，啊？你怎么不出去跟他们跳啊？就跟神愿面对着你似的。天天。你往那边走，我快掉下去了。我跟你说，亮涛在我这儿还挺来劲是吗？是不是还挺来劲啊？睡觉。想框着孙子要在就好了。要不要给叫来？可以。你生气了？